YANGONG，它是一艘全货柜船，但是跑东南航线的，东南亚航线。然后它 MCC 是快尾旗下的一家航空公司。然后它 MCC。它整个系列的船上都有那个自备吊杆鱼，就是要运货有一些港口它没有那个没有先进的设备，因为现在疫情影响，所以他们每一家航运商的柜子量都不是很多，除了北美线和欧洲以外，就东南亚这个东北东南这个柜子吼会特别的少。它这个桅杆吼，它各三支啊，但它那个每一支它合重四十公吨的那个力量，你看它直接冲写那个 MCC。就每三只合重40吨，然后29.5公尺的那个吊臂的长度，然后这三只都是29.5公尺，可以仰升22度。